你之前有过这种疼痛吧？没有，我觉得真的今天腰酸了一天。这个应该是宫缩的前兆，姐，你等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坐下来，慢点。你得伸直。啊，对，伸直。佳欣，你现在检查一下你姐的宫口。哦。没事。喂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快一点？这儿有个孕妇要生了，请您在稍等一下。电梯维修工人已经在赶去的路上了。没信号。对了，你们能帮我拨一个医生的电话？电话号码是1865-9688。姐，来，你抓住我，别紧张。我不想生了，我不想生了。别紧张，佳欣，你姐宫口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几个指头？四个。我是郝医生。郝医生，我是王希逸。 我跟你说的还不清楚吗？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哎，不是代言的事情，我们被困电梯里了，佳欣的表姐要生了。告诉我，产妇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她的宫缩2分钟一次，平均每次收缩1分钟，宫口开了4个指头，那还是第一产程。不过，难保会有异常情况发生啊。我问你，你身上带没带含有酒精的东西？还有可以剪断脐带的东西？我有酒精名片，还有小剪刀。好。 因为不知道救护人员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！你先用酒精擦拭这个剪刀，以备万一。好，我来准备。啊，有谁能叫产妇做拉玛泽呼吸法？拉玛泽？郝医生，我知道。好，持续做，一直等到救护人员的到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！好疼！我受不了了！姐，好疼！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看着我。 有我跟嘉欣在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好吗？姐，你听我说，接下来你会持续的宫缩，而且越来越密集，会越来越疼。但是你相信我，这些都是正常现象，没事的。你跟着我做好吗？来，深呼吸，吸气，深呼吸，用鼻子吸气，吸，吸，直接往里吸。好，吐气，像吹蜡烛一样吐气，吐，吸气，吸，吸，用力吸。 好，吐气，吹蜡烛一样，对着嘉欣，吐气，吐。哎呦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吸气，吹蜡烛，吸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加油！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说不舍你是骗你的，为了你，妈妈再痛也能忍。嘉欣。 这小子认真起来还挺靠谱的。